我们的相遇从这里开始。谢谢你。嗯，不客气。你都看这么难的书吗？我觉得那我教你英文呢。走。你毕业之后有什么规划？我要出国留学。所以你不继续打算留在中国科大了吗？中国科大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与成就，那一年是如此的美好，我却为了学业离他而去。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。中国科大欢迎你。